大家好，我是阿仔蔡卓妍，我在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跟大家拜年，希望大家元宵节快乐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克勤，非常开心可以在中央电视台元宵晚会跟大家唱歌，然后我希望大家新年快乐，身体健康，恭喜恭喜。首先，还没到梁山之前，我觉得有一点，我是有一点怕的，因为我是很怕冷的一个人。但是后来去到那现场的时候，其实我看到很多火，跟水，然后还有所有的工作人员，还有所有的跟我们一起在，对对，都非常热情。所以就那天晚上在正式演出的时候，就一点都不觉得冷。还好了，因为我们合唱的歌曲叫《太阳出来时》对，是一首特别喜庆还有开心，很就感觉很温暖的，很火的，很热的，温暖。没有事太多，因为晚上还有工作，对对对，没有很多时间，我们都是那天当天才到，然后就吃了一点，但不是太多。我当然是非常开心跟阿霞合作，因为每一次跟美女一起我都觉得很开心，还有年轻的，谢谢都好啊没有，我真的很开心了，就是春晚的时候可以跟自己读书时候很喜欢的一个偶像一起合作，好像有一个圆梦的感觉，没想到那么快又可以再见面，又可以再合作，好像我现在的黄金搭档变成你。好啊，谢谢，我是白搭。对，就是过年前最后一个工作，跟过年后第一个工作都是跟你。对，很好啊，我也觉得。还有我提醒大家不要再猜我的年纪了啊，不要，差不多了 ，OK。2017年，很快我就要这个工作结束之后，就会跟阿娇去美国开我们的巡回演唱会。然后今年也是在很多会在很多不同的地方巡回演唱。然后中间也有自己的电影会上映，还有年底的时候也会就拍，会专注拍电影哦。我就没有电影找我拍，我就我就应该跟主要的巡回演唱会，还有一些应该有上海啊，还有一些纪念会做，还有我自己的演唱会在香港会在大概9月份的时候，然后当然会有新的国语跟广东的专辑啊，也会有很多的大型的演出这样。